不是，我就生个病嘛，怎么搞得跟坐牢一样？我到底还没有人权呢、啊？你们很久没有回家了哈。嗯，这一年不太平静，幸好有每一个你我站在一起。道别那些最辛苦的日子，我更明白平凡的日常就是最幸福的存在。感谢和你一起走过，有你就甘心。全国电子、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满万送千现金折价券。